前面吧。就是说，我就觉得。是不是我扫一下？我们这在。
那真的是。来了干啥呢？然后他是今天那个马静怡通知我的，马静怡通知，哎，马静怡通知我，马静怡说，就是他，明天你下班，就是来签个合同吧。我说哦，哎，我想他呢，结果给打电话。
这里。这里吗？啊，这大家好，我是雾啊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欢迎您订阅、点赞、分享我的频道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虚拟之行。